不要怼着唱啊，你刚才怼着唱的那个有点狠呢。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君，别离难忍忍别离。意思对了，意思对了，你情绪上能够再往那个悲伤的感觉上去走一下。红颜酒这个他是讲的一个什么事情，就是他需要把整个那个骨头啊打碎重新拼。啥？他很疼啊，他中的那个毒叫火寒毒。这不有一个药王谷吗？有个药王很厉害，那个老头就治他这个病了，就给他拔毒，一般人都死了，就他还活着，他就只有大概是几年能活头，只有七八年能活，但是他的容貌就会改变。嗯，他就变成了胡歌那个样子。嗯，变成这个样子以后，他也不能打了，他身体会非常虚弱。这些年，可能他智慧很好，然后他回去，他准备去复仇嘛。刘涛是他以前的相好了，两个人皇上都赐婚的，结果他不是成了叛军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是一下对很惨，结果刘涛认出他来了。就刘涛这个他在里边演的那个人叫霓凰郡主，就虽然他容貌改变了，但是他跟他一聊天，他故意的，他不承认他是死掉的那个人，然后刘涛就带他去了他以前的家，嗯，故意的就刺激他。这个歌在这么惨的一个背景下，然后两个人哭得像泪人一样，真爱呀，真爱啊，他是中国电视剧的天花板，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剧超过这个的，反正目前我看过的非常好看。你也想看？看。有用 VIP 吗？今晚刷通宵，三倍速，再来一遍吧，过瘾。狼烟烽火何时休？成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炬已残，泪已难干，江山未老红。烟酒人别离，不忍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。红颜酒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悠悠。